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，在诗意的世界里，让千古名篇陪你天长地久。读这首词时，要点一盘小篆香，香每燃一寸。 便能读懂词里的一段心思。这首词是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，和爱人赵明诚分别前，李清照写下了这首词。晨光如线，缠着青烟，我好像看见他的影子，映在窗帘上。 青烟一样的袅袅婷婷，柔若纤细，经不得风微微的一吹。香冷金泥，背翻红浪，起来拥自梳头。一句香冷。 让这个清晨渗进一股子寒意，它百无聊赖地靠在那里，看着昨夜的残香初神。有时，我们并不期待新一天的到来，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告别的时刻。今天的太阳，是不是比往日走得更快？ 我倒数着与他分别的时辰，怎么也这般快。时间永远是个相对概念，在等待时，它漫长的如同走过几个世纪。在分别前，它短过一眨眼。任宝莲尘满，日上帘钩。开篇一连五句，你不惜笔力。 写尽凌乱，写尽慵懒，只因你的心底有解不开的结，生怕离怀别苦。多少事，欲说还休。我有一腔愁绪，满腹哀情，想要说，又只能忍住不说。欲说还休的。 是千万句，请他留下，或与他同行的心愿，是千万般为他忧心，请他保重的牵挂。最终，还是没说，这是百转柔肠，也是最后的坚强。吞下话到嘴边的不舍，用笑容，而不是眼泪。 来告别，于是心来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我不愿与旁人提起，也不忍心写下“别”这个字。一写，心便一痛。羞羞，羞羞，这两个字。 像情感的闸门，像故事的休止符，声如裂帛，劈空而来，决绝而去。我用“羞羞”抚平了记忆中的千头万绪，也积蓄了开始新一天的力量。再抬眼，已是天涯海角，两地之人。 他如黄鹤一去，你在此地空余，明知留不住，尽管放他去。他有他的决心，我有我的骄傲。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。远行的人，走长路。 多见识。
总还有对未来的期许，远行的是他的脚步，拉长的是我的思念。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，唯有楼前流水。登高楼，对流水，念远人。 楼高不遮望眼，流水不舍昼夜。从你往前几千年，从你往后千年，我们思念时的习惯没有改变，唯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。你写的。 激动，淋漓，停不下笔，唯有应念，终日凝眸。每次读这句，都会哽住。你用了多孤独的字眼，表达了多深情的倾诉和小心翼翼的猜测。只有不舍昼夜的流水，或许。 能看到我日日夜夜凝望的眸子，不展的眉头，比起远走的人，留下的那个思念会更多。凝眸处，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一段新愁，你好像慢慢平静下来。 开启了再见的期待，就像辛波斯卡说的，一切的开始都只是续篇。如果分别也是一场开始，重逢就是它的续篇。分别后的每一天都离相聚更近了一天。昨夜的香冷了许久，是时候。 重新点上一盘，期待重逢，期待着团圆。香冷金泥被翻红浪，起来拥自梳头，任宝莲沉满，日上帘钩，生怕。 离怀别苦，多少事欲说还休。新来寿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休休，这回去也，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。念武陵人远。 烟锁秦楼，唯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。凝眸处，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